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是2020年9月12号，星期六，那么农历是7月25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通了通了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等一下，我关一下收音机。师傅你好，麻烦你看一下一个1998年属虎的女，然后看她生物也没有成功。98年属什么的？属虎的女。属虎的啊，你说吧，想看什么？她那个生纹成功了吗？哦。嗯。没成功哎，没成功哎。哦，那他需要再生是吧？他生了两次。不行啊，他这个杂念怎么这么多？他在取这个名字之前，有一个名字，有一个名字对他印象很深，他本来想取那个名字的。哦。你去问他，他就知道了。上一次师傅帮选的叫，第三个嘛，然后他生了两次。对，那他需要再重新生是吧？再生一次吧，叫他要生完之间的一个礼拜，每天至少念108遍自己的名字啊。哦，好的，那行，那回头让他听录音。还有这位师兄的话，他就是在弘法上的话就被诽谤的非常严重，他想请师傅开示一下，他修心上需要注意什么？1998年属虎的。像这种嘛，就是不随缘呀。弘扬佛法要随缘，相信的人会诽谤不啦？不相信你的人，你去越跟他讲嘛，他越诽谤你呀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学佛要有智慧的呀，有妙法的呀。你说他不相信你，你跟他怎么讲？你越讲，他越诽谤你。家里人一样啊，不要去讲了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人家来跟你讲其他东西你不想要，你说说看你会不会诽谤了？你也会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因为对他产生了就是特别严重的影响，所以因为已经影响他修行了。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果出来了你在讲什么音了？产生不好的影响是因为你不会找人去度啊，是因为你跟那些不相信的人去讲啊，听不懂啊。笨的，真的跟你们讲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。对不起师傅，情面白讲了给你，真的以后把师傅的录音好好听听吧。好了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好，还有一个真的很愚痴。我前面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了，你问出来的问题还是因为果已经出来了你再问。你让他诽谤了，你当然有感觉了，不舒服了，不开心了，难受了。那么问题我帮你找到的因啊，你说你撞了车之后，哎呀怎么办呢？车都撞烂的。我现在就讲给你听怎么样不要撞车。不要撞车嘛，下次就不会再车坏掉烂掉要去修了呀，听不懂啊？好的，让他好好的忏悔，然后好好的反思一下。对不起师傅，您再看一个1999年然后属兔的女。她那个小脑萎缩，生活不能自理。然后她这边的话看一下是什么原因，需要多少张经文组合，需要放生多少。他之前师傅给看过的。麻烦。有一个眼睛非常小的，就像狐狸这种眼睛一样掉上去的，在他身上。就像人家戴的那个面罩知道吗？ mask。在他身上一个鬼呀。天哪，那他这个需要念诵多少张经文组合呢？先念89章吧。89章，然后后面再念。那放生多少呢？放生1300条鱼吧。
1300条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你麻烦再看一个2011年属兔的男孩，他身上是不是有灵性？他就是智商比较低，然后上课的话就是不听老师讲课，分心多动，就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有他妈打胎的孩子。哦，就只有孩子是吗？那他的孩子需要多少张？这小孩坐不定站不定的。对对对，他3岁才会说话。跟他讲话他根本听不懂的一样。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他这个就是他家里人想知道他是什么原因，是家里的那个业障嘛？因为他这边说祖上那个祖上业障，祖上。对对对，他家里有，家里的话就是有人在监狱工作。对对对，就是负责那个枪毙那个死刑的犯人的。哦。对。那。所以。他就是这样，哦，那他这个的话。这就是要有的念，他就有的念。如果师傅，你可以可不可以给他开一个？碰到这种死鬼的话，他缠住就比较麻烦一点。他念经呀，赶快念经呀。那他这个的话，就是需要念多少张经文组合，就是他的孩子能好？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孩子，他家里人有的念，念1000张小房子至少。1000张至少，然后这1000张之后呢？然后呢？就是再一波一波的念。你看他好了没好呀？哦，他这就是祖上的杀业是吗？对了对了，就是家族里面的人有杀业。哦，好的。杀鱼啊，吃鱼啊，吃虾呀、啊，包括各种各样的杀业，他都算。好了。哦，那挺可怜的。那你刚刚说那个，他身上有个他妈妈打胎的孩子，需要多少张经文组合呢？59张。59张，好的好的。师傅，还有一个1966年属马的女，她肚子里长东西了。已经问了第四个了啊，不能问太多了，最后一个了啊。对不起师傅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就是1966年属马的女，她肚子里长东西了。她妈妈以前是修净土的，然后转到我们法门了。他老担心他女儿，所以他想看一下他肚子里没有长东西，需要念多少张经文组合。谁是他妈还是他女儿了？就他女儿，他妈妈就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，80多岁。他女儿信不信啊？他女儿好像没有他妈妈这么精进，但是他这么大年纪了，老担心他女儿。是不是现在气不足，年纪大了，你们讲话不要像开机关枪一样，你们要是这样讲，我以后就不回答了，听得懂吗？对不起师傅。不要老抢话不好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不就好了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6年属马的女。这是他女儿是吧？对的对的。长好是长东西的呀，息肉长在右边。长在右边，偏右的。偏右。他这个的话就是需要去医院看吗？还是说就念组合就可以了？叫他要吃全素了呀。吃全素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会不会让他听录音？全素。然后吃点中药看看能不能缓和一点，然后如果查拍个片子孩子小不下来的话，或者做个 B 超孩子小不下来的话，再去医院里动手术啊看呢、啊、现在要吃些中药清凉的消炎的，它会缩小。不要吃热性的东西，不要吃辣的，不要吃热性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师傅他这个需要念多少张组合呢？108张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不能再问。好吧好的好的，感谢师傅。放生多取去放放就好。师傅就是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想请求你，就是我发了一个小小的
就是愿求观世音菩萨，求师父能够加持一下，让我这个愿能够能够成佛姻缘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不要这么自私，愿力会实践，整天为自己活着的人，菩萨护法神都不会保佑的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知道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我们这个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这样。喂，你好。师傅。你好。师傅好。师傅好。弟子向师傅请安。师傅，我说话能听到吗？我说话能听清吗？听得清，讲吧，赶快讲吧。遇到看一个1995年属猪的，看看他这个今年考研的，考那个对子研究生，考的怎么样？几年属什么的？1995年属虎的，不是属猪的，说错了，属猪的。他自己呢还算努力，考研呢，考研呢是有些危险，听得懂吗？是吗？你最好让他多吃素吧，好吧。吃素。他吃荤的话，对他的气场很不好。你看他一辈子很努力。一直像怀才不遇一样的，听得懂吗？是吗？我怎样给他念经呀？什么？我给他念都是小房子呀。你给他多念呀，小房子至少念69章啊。69章哦。我给他放生吧。放生大概要200条鱼。200条哦。我他许愿放200条，还没有放够呢，就算了。算不算呀？你看，这就是师父说的200条，就是他没有如愿，所以他考不上。他赶快要许过的愿要上掉之后，他就有机会了呀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还有吗？问题啊？看他的婚姻什么时候能顺利呀，能成呀？他现在有男朋友不啦？他是女孩，不是，他是男孩。男孩，几年属什么的啦？95年属猪的。他性格有点怪癖，他不喜欢跟人家多接触啊。是，他现在还没有搞上对象。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啦，一个人写写弄弄玩玩电脑啦，就是这样。你给他多念心经吧。我的心经呢，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子，他喜欢漂亮的。你告诉他，漂亮不能当饭吃的，明白了吗？漂亮也不一定在家里帮你做家务啊，对不对？像你儿子这么懒的话。找个媳妇，你去叫你儿子去照顾他，你们你就做老妈子吧，你来照顾吧。听懂了吗？我讲话。听懂了。这个，你看他的手音，你的恶习改了没有？我看看啊，95年属猪的是吧？对。还有少一点，还有少一点，这个是吗？这个媳妇给他俩多少小房子呀？这个也蛮多的。你这个他的这个毛病啊，很长时间了，你要帮他解决手机的问题，大概要108章啊。他呢，好的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男孩子呢都有这种毛病。主要呢，外面眼花缭乱，看的东西啊，网上啊，都会勾引男孩子犯错误。
所以呢他们就做这些事情，听得懂吧？所以你要多跟他讲、你跟他说，孩子啊，你要是经常这样，你以后记性会很差的，而且你的身体会衰老得很快，听得懂吗？要跟他讲的、你说你以后记性都坏掉了，掉头发呀，记性不好啦，内分泌失调啦，都要告诉他，好吗？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这个看一个这个生肖吧，他是1964年属龙的女，他这个压中的思念，每天凌晨1:30醒之后都睡不着了，都是他也是可以罚坏吧，也许愿一时清消。后来我一段时间好一点，后来又睡不着了。他的妹妹可以罚坏把他的工作转给他之后，他睡得又好一点，夏天是又不行了，他就打电话吧打不通嘛，他说一直念经放生，功德不够呀，老妈妈。夏天功德不够呀，他人家给他功德他好一点，人家不给他功德对对他就不行了。他现在就是打不通，一直打不通电话嘛，他说一直放声念经，后来又好转了。你告诉他他大概要念小王子要念到500张才会好。念500张，哦，那500张慢慢念到500张，放生2300条、慢慢来吧。好的，咱们师傅。你看他打胎的孩子还找了没有？几年属什么的？1964年属龙的女。打胎的孩子走了没有？哦，他打胎的孩子还没走哎。是吗？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呀？32张。32张啊、哦，好的，师傅。好了好了，老妈妈好了。师傅，还能不能你再看一个王人呀？贾金果。金是金子的金啊。对，金子的金，果是果实的果，是女，但是在夹着的膝下这个背吧那个夹。他是2017年往生的。你就是这个人的妈妈。贾金果，哦，哇，贾金果到天道了。啊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很好啊，贾金果，你别看他假啊，他人挺好的。是，就是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他那孩子和他家了很多小房子。老妈妈，好了啊。能不能修我眼睛呢？哦，好了，谢谢啊。哦，谢谢。那就这样。感恩师傅，咱们会啊，师傅保重身体。谢谢。谢谢师傅好啊，再见师傅。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，师傅弟子向您请安。我想看一下一个同修，1984年属老鼠的女，看看她那个她的业障比例，还有那个她的肠胃很不好。对呀、肠胃非常不好。我告诉你呀、她的肠胃有一条黑的影子，以后要特别当心的。晚年这条黑的影子可能会有不好的细胞在里面。哦，真的、啊、哦，好的。你问他，你叫他吃全素呀。他吃了，师傅吃了，已经第八年、第9年了。啊、他吃鸡蛋吗？不吃了，都已经清修，许愿清修，不吃鸡蛋。还有，他的身体呢，其他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以后晚年会得乳腺会有增生。还有记性很差，掉头发现在。对呀，现在就是掉头发、浑身无力，明白了吗？对。你要叫他好好念大悲咒，一天至少要念39遍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现在老是看手机念经，我讲也讲不好。看手机念经也没什么不好呀、啊。哦，我就他就是全心全意念，他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跟他说一下。好啊，没什么问题。这个师傅，这个啊，你讲吧，嗯。真的，对不起，我抢你话了。他的那个一个肠胃黑影，黑影就是说他有病变吗？他在念那个往生咒啊，什么往生咒，小房子啊。往生咒。嗯。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对不起。我的问题就是问，就是这个黑影是小灵性还是大灵性？身体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肠胃上。哦，哟，都是一连串的鱼和螃蟹呀、啊。哦，我知道了哈。还有虾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，过去吃的太多活虾了、哎，他很喜欢吃炒虾仁。哎，对对对，以前真的。还好碰到师傅，我们真是不懂啊，真的。鱼痴啊，鱼痴，真的鱼痴。现在就是忏悔都来不及，还我知道了，对就是要许念几万遍嘛，就再许愿，许愿就是念往生咒，许愿一万遍可以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针对肠胃那个小房子还要念多少？慢慢念98章，慢慢念。好的。啊、哦，好的好的。他痛的时候、啊，痛的时候，就要念了、嗯。痛的时候，要念了。要这个除了吃香砂养胃丸，还要念经的。单单香砂养胃丸治不住，要靠念经的，哦、念观求观世音菩萨、哦，就叫观世音菩萨来救我。然后呢，观世音菩萨就会来救你，一点就不痛了，明白吗？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嗯。还有师傅，他一个妇科、啊、刚刚做了这个月刚刚做了一个小手术，你看看他会有什么，以后有什么病变吧。几年属什么的？1984年属老鼠的。啊，不会，现在不会，没有病变，他里边没有癌症癌细胞了。我看蛮 好、哦、好，他有子宫肌瘤啊，嗯，哦，现在还有肌瘤是吧？还有一个很小的，嗯，哦，好的，没关系的，那也是小灵性，哦，不会长大，哦，好的好的。小灵性，你知道什么小灵性吗？嗯、鸡呀、啊，活的鸡呀、啊，嗯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吃的太多活鸡了，嗯、而且是。炖汤啊，这种都是很残忍的。嗯，对对对，我们忏悔，我们错了。好吧，嗯，好的，好吧。嗯，师傅，再看看他那个1984年属老鼠的他的业障比例。哦，怪不得有灵性。哦，就是闪灵呀，蛮多的，25。哦，闪灵。啊，他的是吧？比例倒不高，25，嗯。哦，好的，闪灵。好了。好的。啊，师傅，还看看，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看看我的业障比例多少？1958年属狗，还有我的莲花，2896。哦，你还好，你还算努力的，2896莲花在天上。嗯、哦，谢谢感恩菩萨。业障比例呀，嗯，你这个人讲话做事情还算严谨。你有一个很好的优点，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很当心自己犯戒的，这点很好。所以你现在的业障比例只有23。哦，哦，你乖一点了，你就是有的时候、哦。有的时候不干净啊，你自己有时候脑子里还是有点不干净，少看那些连续剧啊，那些东西少看。嗯，菩萨，嗯，观世音菩萨保佑我。
师傅，我怎么业障比例上去了？可能看的东西多了一点哦。我就跟你说了，不能看了呀。哦。好吗？好的。好了，不能再问了啊。啊、哦，谢谢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我们的业障自己背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又打通了。嗯。对不起，那个，我再问一个，就是1983年属猪的，看身上没有灵性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放生？他乳腺癌。1983年属猪的。对，他左乳房不好。哦，那他这个你要叫他记住了，他是有两个问题，他一个呢是他过去犯邪淫，还有一个呢他吃了很多活的东西，这两个业障都在他身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师傅，他这个学音的话需要念礼佛吗？念多少遍？要的，108遍。108遍哦。然后就是小房子需要念多少张？1983年属猪的。小房子先念49，然后不好的话再念59。哦，好的。那他需要放生吗？放生要的呀，反正发150条。150条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然后1985年女属牛的，她的莲花在哪里？5862。哇，不行哎，她结婚了，她有一点点敛财的情况。哦。就是、他就是说推销一些什么东西啊，在佛友当中啊，或者卖什么东西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叫他自己去反省反省。哦、好的。那他这个念财的话需要念多念那个多少遍礼佛呢？就88遍。哦，好的。好，那他莲花在哪里？就是五念钱念财财不多，但是就是这个行为不好，护法神帮他记账了呀。对呀、啊，脸财肯定不好。就是5862，他莲花在哪里？很快要掉下来，还在天界，在天上，还是很快要掉下来。哦，那他跟他这个掉下来的话，是跟他结婚有关系吗？哦。他许过没许过清修啊？这我不太清楚。然后他就是刚结的婚。哦、哎呦，那哎呀，那不讲了，我不讲了。哦，那他这个如果碰到一个，碰到两个，这个结婚嘛，就是人行人间的事呀。啊、哦，对啊。这个佛是高尚的呀。那肯定脏的呀、哦、明白了吗？嗯。哦，那师傅他这样的，因为他这边让我帮他问，他说还想生个孩子呢，那个莲花都快掉了，他这孩子还能生吗？那你就随缘吧，你让他求求看灵不灵嘛，就知道了呀，好吧。哦，因为好，他说你让他生嘛就生呀，他就是境界低下嘛就让他生呀，做人嘛就做人的事情呀，我们做菩萨嘛就做菩萨的事情呀、嗯、听得懂吗？我懂的，我懂的。师父以前开示过，就是如果你那个在做那个畜生事的话，就第一上不去，第二的话就是在投畜生或投人这样子。那没有办法的呀，因为境界高的人少呀，境界低的人多呀、嗯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没有办法的呀，你只能随缘呀。所以还是要吃全素。啊？啊？没有啊？那知道那回头回头的话，只能这样了，只能这样。那师傅他说他想求一个，就是有福德的孩子，那就看他自己的缘分了，是吧？你叫他去求呀，叫他求嘛就好了呀。
这个我像这种孩子这种境界我怎么管得了，太可惜了吗？他人挺好的。人挺好，是啊，前面第一个字已经定位了呀，人是挺好的呀。啊，那要是如果要是是个狗的话，这狗很好，老跟在你后面。那我们是学菩萨，菩萨挺好的，你说这种好都是一样不啦？好了，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嗯，好的，师傅，2020年属鼠的一个宝宝，然后他想选名字，女孩。应该这些人，你问的这些人应该都不是你家里的人吧？这个是我朋友的，是家里的人。如果你打进再打一次电话，都是问的你自己家里的人，你下次永远打不进来。你相信我讲的话，听得懂吗？好的。你不可以这样占着人家的位置为自己。那我不问了，师傅，我不问了，对不起，我忏悔，对不起，请观世音菩萨原谅。你不应该这么自私的，有多少人生癌症都是救命的电话，被你这么占了，不停的问这种生宝宝啊、结婚啊，你说你自私不自私啊？丢脸不丢脸呢、啊？你丢菩萨的脸呢、啊？真是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感恩师傅，他们自己让自己背。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们以后听到喇叭话筒里边师傅叫喂，你们就看看你们有没有打通。喂，喂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赶快讲吧。喂，师傅你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听得见吗？听得见，讲吧。请师傅慈悲看一个1960年属鼠的女。1960年属老鼠。对，女的。然后她，师傅，请您慈悲帮她看一下她舌头上的那个神经性的细胞瘤。哦，不好哎，长在舌头，长在蛮里边的舌根这个地方哎。对，师傅，您帮他看一下，他要不要做手术？先，你问他吃全素不啦？这个人吃全素的，吃全素的。全素的嘛，你叫他好好。求求观世音菩萨给他治一下呀，然后叫他吃穿心莲，叫他去看个中医，先保守疗法呀。之前师傅那个就是在跟他就是在墨尔本有电话连线的时候，师傅您跟他说开示过让他看中医，但是看了中医过后，中医说这个问题太稀少了，然后对对对，然后他不能那个就是要看好中医的呀，烂中医一大堆呢。要好中医的呀。那师傅您能帮他就是开示一下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中医，然后他有个方向性。叫他家出门偏右45度角度，那里有一个大楼里的那个2层也不叫3层里边有一个男的，白白的脸，胖胖的，大概50岁左右吧。好的，我让师兄听录音。还有就是师傅您帮他看一下他要念多少张组合，还需要放生多少。他过去就是赶快叫他念礼佛呀，组合的，现在要念礼佛的呀。组合之前许的600张、然后念了300张，还有300张没念完，然后许的10万遍的往生咒念。不是往生咒啊，他是嚼舌头啊。哦、这个，那要多，他有业障是、是因为得罪人了呀，他害人了呀，他嘴巴乱讲话呀。那他还需要他要念多少章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这件事情？2个108遍，你告诉他比小房子还重要。现在小房子蛮多了，现在他要着重念礼佛大忏悔文。那小房子就是这样21波21波这么继续念下去是吗师傅？他是不是圆圆的脸呢、比较偏圆的？
我不知道他长师兄长得啥样的，因为这个是临时师兄让我打电话问的。短头发往后梳的，我看到他，叫他好好改了。嘴巴嘛有点扁的，就是嘴巴有点翘，上嘴唇有点翘。他是您的老弟子，赶快改毛病啊，老弟子。好的好的，我让师兄听录音。就是倚老卖老会出事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我让师兄听录音。嗯，好吗？然后师父再帮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电话是师兄打通的电话让我问的。然后1962年的牛，然后之前师父您帮他看过，然后他忘了问您，就是您上次帮他开示过说他会有官司。他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官司，需要多少张组合，怎么化解？86张小房子。官司跟他的亲属或者他的家里的成员或者就是这种有关系，跟家里的人，可能跟人家这个财务上啊经济上有关系。那他结过了吗？几几年的？1962年的牛。还没过呢。过了是吧？还没过。哦，对不起，还没过。大概在什么时候？让师兄注意一下。当心点吧。当心啊，大概是2-3个星期吧。哦，两三个星期叫他第一不要出门，第二要天天洗澡，注意身上长东西，叫他不要再吃荤的东西了。他吃素的。每天要吃3片到6片的那个穿心莲。我现在看他身上长东西的可能性也很大。好像上次师傅您帮他开示过，就是说他妇科不太好，有那个有子宫肌瘤还是哪里卵巢哪里有问题的。你要叫他当心，好吧？对的对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还可以再问一个吗？赶快了，最后一个，赶快讲。稍等一会儿啊。1997年的牛女。然后之前在感情上犯过大错，然后念了1000多遍礼佛，他想问一下，就是还有什么影响，还需要再念多少遍来忏悔？他的肾脏很不好，腰啊非常不好。哦。他的左肾脏非常不好，黑气重重。那他特别当心，而且左面那个手臂啊。就是跟颈椎连的那个筋啊，那他需要吃什么药吗？穿心莲很好。好的。那针对他那个左肾脏需要念多少张组合？我教你们一个方法。感谢师傅。如果身上这个部位哪怕在里边，长了什么小肿瘤啊、小肿块啊，或者血液什么，我教你们一个方法。你们啊，听师傅的话，你们去买芦荟胶啊，就是专门芦荟啊，你就擦在外面，天天擦，连里边都治得好啊，不得了，它消炎的力度大得不得了。这个芦荟胶好是好的嘞，不得了，你脚上静脉曲张都擦得好，你心脏跳得快跳得慢，心脏上你就。在乳房边上插，你的心脏都会舒服，而且你只要皮肤什么长疙瘩啊，什么不好了或者破掉了，脚啊全部都擦得好。这个芦荟是现代神药了，我告诉你。感恩师傅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。还有师兄，他之前违愿过，需要忏悔吗？要的。要念多少遍礼佛？你告诉他，现在他已经有护法神管住他了。哦，他就是一个长老，一个长老，武将，是一个武将管住他。那他今年是本命年，他有劫吗？
哦，明年本命年他有节吗？三四月份。明年三四月份是吧？哦，好的。他身上有药，我再问一个好吗？就是一个小问题，感恩师傅。他身上的药精者需要多少张组合？几几年？1997年的牛。哦，有灵性哦。哎呦。要多少张组合？肚子上、腹部上。嗯。经常肚子不舒服，一冷的话马上胃痛。他好像是吃东西有时候是比较敏感，对的。啊，非常不好。那需要多少张组合？感恩师傅直接开始。65张。好的。好了，好了。好的，弟子要感恩师傅，上一次打不通电话的时候，弟子看着手机报错了那个年月日，师傅提醒了3次都没有注意到，然后听录音的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对不起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。嗯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再见。嗯，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